小时候就是在平地长大嘛，然后一直到长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知道想要认识自己，然后不叫，即在还没有来台东做创作之前，我回家就有两次过，就是就好了，就回去两次过，然后一次是很小，然后一次是高中，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那时候还没有遇到八风灾，所以那时候路都很好走，对。然后只是觉得就是小时候回去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回去看到自己那时候小时候对自己不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在就是我另外一个部落雾台那边一样都是石板，然后就是不懂这个文化是什么，我们跟汉人有什么差别。然后一直到自己在做创作的时候，然后了解自己家里的背景，然后就会想认识自己，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源头是哪里，我的家族是什么，那为什么我的身份跟人家不一样，对，为什么我们家是头目，对，不是平民。然后这个动机就是会让我想要去真正就是去看以前祖先住的地方，去听老人家说故事，然后才会慢慢就是有活动就跟着，只要一有就回去。对啊，可是比较可惜就是因为现在结婚有小孩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上去，就是比较难走啦。可是还好有那个就是部落的猎人啊，他们有去帮忙修路，对，然后他们有就是把路都修得很好，让我们比较好爬上去。因为是寻根活动的话，就老人家也会跟着上去，对，所以就是变成就是我们青年就要负责背东西，然后要跟要带队，然后一起就是陪老人家这样走上去。我没有那个经历，就是说我在像我像安生慧一样，我姑姑她在那边长大，我是在平地长大。那我在找寻我自己过程的时候，我都是用想象的，因为听就听到故事，我没有过过那个生活，我只能用想象，然后去参与。那我们都是几乎都是因为离乡背景，然后我们才到外面的社会去生活，为了要赚钱。然后其实讲到这个就会难过，就是我们不能活在自己的地方啊。我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我这个就是现代社会产下来一个新的产物，对啊。然后要去找寻自己的根本的时候，然后就是只能靠想象，因为我没有那种经历，也不会说母语，然后跟我自己童年就是同辈的，然后他们对自己就是文化其实更少，比我少的更多啊，就是很多几乎都不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可能就汉化了吧，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很可惜啊，就我们自己那个文化都忘记了，然后你回去好像就是去怎么讲，就是踏青哦，像这是一个森林的那个旅游的一个，就是年轻人啊，又反而是越年轻，你越会感觉到他们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对，然后所以就是想借由这个作品，啊，还有巡山员这个，因为猎人啊，我们的猎人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年轻人哪有会跟老人家一样去打猎。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我很羡慕说泰雅族、布隆族啊，然后阿美族，他们还有会自己下去抓，然后会去山上打，然后像上次我们跟你们回去那个桃园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弟弟，他们会自己去，他们会自己去打猎，然后说很年轻就拿过枪然后去打猎。哦，其实对我来讲说，这个真的很开心，就是他们还可以这样去做。我爸爸也有想说带我去啊。可是说用自己部落常看到的素材去做啊，红榉木是因为我们的粮啊，都会用红榉木去做，然后我们要进去就好茶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很久已经活了很久的红榉木，就是大家去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先休息，就等于是那边是一个休息站，
然后才会从那边继续出发。对啊，那边也有一个他自己属于他的故事了。所以我很想就是说用一些就是用风化的红榉木，然后去代表就是说在那边神话故事的英雄啊，然后祖先啊，用这个很就是很风化的东西去塑造他的形体。然后至于就是说铝线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加工后的产东西，我把它想成是我自己，然后用线条附着在那个红榉木身上，就是祖先的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形式，就等于说创造自己的图腾，附着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带着我去我们的领域，去你要说去流浪吗？还是去巡逻、去保护都可以。也可以说你是住在山上的卢凯族人，然后把你自己当做这个铝线包覆了这个你这个装对红榉木的装置。本来是应该是要用青苔，可是我不能当青苔、所以因为我不够那个，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现代产下来一个产物嘛。对，我没有像我姑姑那个背景，就是说她懂的那些东西。我只是一个就是有 DNA 有外表，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被汉化，我是现代原住民，对，我被这个时代牵着走，这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去，不管就是像我这种，我们这一辈或是下晚辈，我们对自己文化不认知的，不是很认知，真的没有关系，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存在的，我们要去好好保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象征性、一个精神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哪一天你忘记的话，它很随时就可以消失了。那它消失，那我们是什么？我会去想这个事。那我们现在，我们是什么？那我们的小孩是什么？那我们二十六岁来这边，然后在26岁之前，我都在屏东啊、高雄啊、台南，然后嘉义、台北啊，在那边不断就是找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其实就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就是反正我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做服务业，要不然就去做出工、去打工，也有去学技术啊。可是都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就会觉得很空虚，就变成像是劳动而已。对，然后觉得都找不到一个所以然，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契机啊，就契机就是我姑姑她刚好在找一个学员，然后她说文化园区有要驻村，就是举办一个驻村艺术家，然后她需要两个学员，然后刚好姑姑就找到我，然后我那时候我要来台东，我想哦好山好水，可是我那时候就是都市小孩嘛，那就觉得很好笑，就这边好山好水，有还有什么东西啊？啊，有那么漂亮风景，我山上也有啊。可是就是很不甘愿的情况下来这边，可是来这边的时候，我姑姑就好像没有什么理我，然后就是把我直接丢到这边，然后放生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变成就是说我开始自立自强，自己去做什么事情，然后看到人家在做什么，我就去跟着做什么，然后在做的那个当中就是，会越来越有感觉，就是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近，就因为你在做自己，时间很多嘛，可以去想，可以去思考自己想要做什么，去种菜啊，然后去做一些盘子啊，然后都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这是我感觉，应该是这是姑姑想要教给我，就是说，让我安静一段时间，让我去思考，然后可以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认识自己，对。然后，这是姑姑的。可是我觉得最多应该就是我来这个地方，我来台东这个地方，有形形色色的很多人。你是什么动机想要来台东定居？没有哎，那时候没有想要来这边定居，因为我来这边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前两年都很挣扎，就说我要不要走啊，要不要离开？然后对西部好像有更好的工作。然后一直到就是说，我认真在做这些手工艺品，然后我第一次在竹围工作室，然后创作的时候，
我才会去领悟到，就是说，姑姑她在讲的那些话，就是我跟她生活，她在做的事情，然后她在讲的那些话，然后她开展在叙述她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有感觉到说，哦，对，那我该去做什么？然后就借由就好像就是传承吧，老人家的方式，对，然后去自己把自己就是透过自己听到的，然后看到的，然后感觉到的，再透过自己手去做，然后我想要去，对，我就是用作品去说什么东西，对啊，然后去做一些，大概就这样了。可是我还不太会讲出那种感觉，反正。应该就是这里的美好，这里造就了我。对，不管是我姑姑，还有在这边生活的艺术家，还有这些这边的长辈们，他们都给我非常多的东西。对，所以我会选择在这边定居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土地流失。像八八风灾这个，他这个伤痛，其实真说实在。是真的，我跟我小时候我看过，就是说哇，走伤，那种情境，你要怎么讲出来那种伤痛？那个，这真的就是毁灭嘛，整个走山，然后土石流，然后树木都流向大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刚好又来台东，然后去看到海边都是山上流下来，我们山上的木头，对，很像可以走到绿岛那种感觉，那个真的太可怕了。可是这种感觉就是已经很伤痛，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更伤痛，就是利益的关系，对，大家开始在去抢那个木头，反而就是重心不是在我们山上，对，怎么样去保护，好像丢个永久物在那边，然后就解决事情，然后反正我们很乐观嘛，是这样嘛。然后有时候我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不管就是说你非洲黑奴这样子带过去，然后美国的印第安人也是原住民被这样对待，然后灾害就是你看前阵子福岛也是这样，核能就是对，然后叙利亚战争，小孩子被丢到那个。我觉得这个议题就是要讲这伤痛，其实问题很大。那应该是要做，就是说有没有我们自己人数这么少，我们是不是要团结，就是一起去做，就是跟人家讲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走出来？对，那个东西就是把我自己。我看到的东西其实很微小了，因为我是在叙述我的家族的，我就是我的部落，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年轻人，希望他去回来去看，就是了解自己部落，不要忘了自己的血裔，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东西。对，可是至于就是说灾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全世界，那未来我们要怎么样走下去？对啊，而且八八风灾已经过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未来还有很多的灾害国难在等着我们。对啊，就像现在就是大陆好像要统一了，也不知道我们一样在这被殖民了。对，我们现在是被中华民国殖民，那大陆人来，那我们又是被大陆人殖民。那说财团去卖我们的土地，其实日本人来的时候就开始了，荷兰人来的时候也就开始了，郑成功来的时候也是在卖，对啊，只是我们是住在山上，我们晚一点受害，就阿美族住在这里，他们的土地就是可以去卖，我们的是元宝地，我们不能卖，然后他们就提早没有土地，提早被征收，啊，山上的就是元宝地，所以我们还可以留到现在，那到以后呢？我这种事情就是很难去想象，很难去想象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财团，他们如果他们要用一些手段去取得那个，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然后自己又会想到说自己内部其实也是乱成一团的。对啊，我们原住民有的创作啊，不管是文化有兴趣的，或者说是你不知道，你想要去了解，你可以静静就是去看看一下
我们的文字叙述，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作品，我们在讲什么，是不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沉淀吸收，对，来认识我们。我们已经认识你，你们已经好几年了，从被殖民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认识你们了。然后到现在已经2018、2019，对，那是不是来交换一下，学习？来认识我。对，你们不要一直往外学习，也要往内学习。如果说你们想知道，就是说你们认知，就是你们是台湾人。住在台湾的话，那我们要互相包容学习的话，那也要尊重我们，对，多了解我们一些，然后去学一下。我们都会说台语了，我们也会说客家话，那你也来学一下我们的母语吧。也来，像我会去换名字，我叫巴苏烂鲁乱，对，然后不要再用国字写在上面，请去念发音。巴苏烂鲁乱，对。